天在开始之前，两队要来呛虾一下。没错，来来来 ，AKB， 派出派出所，派出所，恭喜恭喜！本来在团里比较呛辣的，对，也没有啦，就是等下应该会有做好被吐槽的打算，但我还是要讲。你是哪个对面是不是同学？那来你呛他对面的哥哥姐姐们，对，呛一下。这边吗？好，我们是国民女团 ，A K A K A A K B A K C， 没有 A K 48啊，哎，不对，好烂，重新，同学，同学，同学，段子毁掉，段子毁掉，再次，好来，三二一，同学，我们是国民女团 ，A K A A K B A K C， 但是没有 A K 47的 A K B 48，等一下呢，我要让你们看仔细，我们怎么拿胜利的。呛他，你这是最呛的了吗？我们派错人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想到，我们最呛在问说，你们凭什么红啊？对啊，这种对，有没有比较凶的？比较凶狠的，有没有？怎么了？他比是你们怎么了？毒舌的担当，你毒舌就讲啊！明明长那么清纯呐，没有啊？那你来毒舌一下，你毒舌一下，这样才有杀伤力，快点。我们变脸，好玩而已，好玩而已。对，不是，好可爱，没事，听不到。我们可以消音的哦。大妈脏话，没关系，可以。啊，这个多少钱？我们比你们年轻。没了吗？小妹妹啦，哎，真的要示范一下什么叫呛虾啦！哎，我们那种在地团，在地团，哎，他们每个毒舌都不行，谁最毒？不要给我装形象，龚可以吗？龚超还好，你不是谁最毒啊？毒舌，你们都很毒啊！好，你要吗？好，那是你要带戏，刚是你带戏，刚刚是讲到，就是你们比我们年轻，对不对？这个角度，完全不对。不是，因为我跟童勋也有一起就是合作过嘛。童勋，你跟大家说说你今年几岁 ？No， 十八加，多少？八，十八加八，没有，七还没七，十八加七，十八加七了，还可以穿蓬蓬裙吗？你真的我耶！很 peace， 好，来来来，你是他们的，来你们两个互呛，为什么？你说我们是代替我们，对，你们代替我们，假装我是言语是爱，然后你是他们，好，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呛香，好不好？好 ，AKB 是不是什么时候多了一个老女人呢？是呛粉吗？还是呛个人啊？呛粉团了，你们是代表呛粉团。玩错 ，AKB 不就一群老妹在那装年轻？15岁还能入团哦？这咋？对啊，那换你唱也是爱。好，我们这是年纪比较大。哦，听说我们这边出道四年，你们出道超过四年还不红，也太可怜。不会啊，来啦，杨世杨世红好会，来一个，好玩而已。你最会，你最会，真心讲，而且你还会演，对啊。你姿态要今天来上节目哦，就是团队竞争没关系，我们都是良性竞争，彼此学习。那你们输了就回家再练练。你今天好烂，你好好烂哦。好，我觉得算了。我觉得算了，好不好？舞蹈表演其实开头非常的重要，我觉得两队都有完成。但我不得不说，因为我们私底下好像玩一个游戏叫做渴望爱的表情，对，就是来你现在给我一个渴望爱的表情。妍修私底下玩不出来，可他刚刚有，他有，他们一大堆那种咬下嘴唇啊，对，咬下唇，他们雨婷亮上开始大笑。我是大概知道 somebody。Oh my god！ 你写一下，你写一下。渴望，渴望爱表情。我不会，我现在不是你刚才明明跳舞就会，现在你要背面回眸，渴望爱，渴望爱，来背面哦，好，来三二一，停下了，等一下，好。
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你自己数。三，我现在很想笑。好，三二一。对，他自己现在表现出来这种渴望，是什么表情？是因为我刚不知道我渴望什么。你坐一次啊！我们的渴望，你坐。一、二、三。好臭！知道我知道。那你来一个渴望，那个渴望是性感那种。性感渴望爱，性感渴望爱。三、二、一，放电感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来，你们也有是爱成员，杨爽一定会，杨爽已经在了，你在干嘛？已经他已经渴望爱，我们要你转头，转头，三二一，渴望爱。我要想害羞，来，先表情渴望爱一次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们找旁边的，来，谁谁谁 ？No，No，My， 好，同心，可以，同心。性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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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渴望，可以的，可以，渴望，渴望，你是 A K B 的 ，A K B 渴望，今天不是，今天不是，是 A K B， 来，三二一，渴望爱。你们舞蹈是怎么选择这三个的？我们是因为他们比较擅长唱歌，唱对唱唱的，然后就刚好比较擅长跳舞。对，那你唱歌露出刚刚那个表情吗？对啊，你唱什么歌？什么夜上海吗？吓得我可以讲，我可以讲，是不是？我在跟你说，同事在干嘛？同事在干嘛？要渴望爱唱歌，渴望爱唱歌。唱歌表演，如果你等一下又是那个表情，我会帮你加分。对，童勋真的好意外，我们这班好开心。但童勋的渴望爱不在这一班，不在，不在，没有。童勋那边请在等一下童勋的那边。歌唱才艺 PK， 就真正的要来比赛歌艺了。没错。OK， AKB， 哦，一个 AKB。AKB 要派出的是哪些选手呢？我们两位，两位要带来的歌曲是什么？手心的蔷薇。哦哟，刚才你刚才有点破音了，手心的蔷薇，手心的蔷薇，哎，手心的蔷薇是一男一女，对啊，对，所以有人会唱男生的 part 吗？我唱男生，因为我平常声音比较，唱男生，你唱男生，我有就是烟酒嗓，佳丽，我平常都上台，佳丽男生，佳丽说自己烟酒嗓，哎，可以可以讲这种 ，AKB 很 open， 佳丽说她平常都唱台语歌，那你最拿手的台语歌是什么？零星的歌。是月光，来来来，那首歌，那我们一起唱，一人一句，副歌好不好？几束光，一人两句，一人两句，好，你先。几束光，像我像月色，往事一幕幕，亲像电影。有时间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喝酒。好恐怖，我真的很 happy， 这刚刚就是没跳舞的那三个。都好好惊人哦，好惊人哦！你们都被制服耽误了，都讲出一些跟制服没有关系的，真的没有关系。你目光独有的温暖，是不会熄灭的明天。我可以感觉你没有说出口的安慰，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。童勋刚刚前面那一整个表演，然后我就没有想到他声音是这样，他一整个那个晚娘女姿态，就不知道他是唱歌是这样子大唱，哎，你很 power 女哎，还有我们 TP 的代表，唱歌代表，你是整个 AKB 最会唱的，就是你对不对？也没有，我觉得是，我觉得是，就是你 KTV 通常都会唱哪一首歌？对，大家童勋，童勋好厉害。我都是吃的那个耶，骗人！你再给我这个姿态，真的哎，真的真的。吃的那个，你没有唱那大飙高音吗？没有，你就平常唱那么多，你就是想说，哎，大家都一起来，你知道，就是很多人唱歌，那 KTV 就是很多歌单，你可能要等一个小时才会等到，那我不如吃饭，就是我就回家唱就好了。你讲话很像你刚刚唱歌一样。你自己，比如说去个新的场合，你唱哪一首歌，大家会展现自我的那种时刻。你来一个你拿手的，拿手歌曲。煎熬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接着，好，很高了，来，你可以自己调到你自己的 key。好，副歌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。
爱，渴望爱。想思念，渴望爱。我不要唱。的表情吗？他会渴望爱，是不是？你们私底下也从背后传过来渴望爱，你可以，你们手心的蔷薇渴望爱，渴望爱吗？好，负责就好了。手心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手心的蔷薇，手心的蔷薇，好爱你们。我觉得他们今天都很让我很惊艳，他们很活泼，其实很活泼哎，我以为他们被管得很紧，不敢展现自己，今天都超展现。前面的比较紧。对，不是，是正常人。没有，我说前面的好像比较拘束。对啊，可能会表演的关系，就是平常可爱的感觉。对，但这三位让我都很惊艳。因为我们平常都疯疯的。对，很好。就我们合在一起就哇哈，就会很吵那种。就是经纪姐姐会叫我们安静一点的那种。哦，还会管你们。对对对。那你们有曾经有被说什么？哎，你们出去不要这样，我们要一个姿态。没有，姐姐都说拜托你们放开一点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我们经纪姐姐说拜托你们放开一点，你们太拘谨了。没事，大家那个上节目就是要开心，就是要嗨。哎，那我好奇，那个姐姐有叫你们放开一点吗？对啊，雨欣。哎，易云。我吗？其实我玩游戏的时候会蛮开。什么游戏？那种要认真比赛的时候就会小紧张。游戏。是没有开喝。哎，如果这游戏他们整的人加分，哎，你们会大加分呢。就是没有啦，乱教。就是有些游戏比较搞笑的环节就会放的比较。他们是搞笑化的。对，好了 ，OK， 有吓到我，这蛮厉害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，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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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头很晕。